社工来到死者家中，老父亲坐在椅子上，像是失了魂，没有想到儿子竟然会带着两个小孙女走上绝路。 死者儿子拉下铁门，不想多做回应。他的大姐也在脸书上po文，他说心一直刺痛着，真的不相信这是事实，因为父亲带着两个分别9岁和4岁的妹妹真的走了。 连续照片中，死者经常下厨还煮的一桌好菜，两个小女儿凑在餐桌旁等着吃模样可爱。警方调查，她有毒品和窃盗前科，如今独自抚养4个小孩，其中老大、老二分别20岁与17岁，和前妻所生，另外两个则是和同居人的孩子，但最近同居女友离家，让她压力大，想不开。咱看到高级高级啊，我妈呢，企业让我填一件好吃啊，但如果只有填了一个工，我来工作呢，对吧？我来怎么干一活，你就被淘汰了。死者过去曾当水电工，但目前无业，106年曾被社会局列为高风险家庭，104年结案，去年又与儿子争吵，还通报家暴，单亲补助3个未成年孩子，一共5900，但还是无法扛起家计，经济问题加上同居人离家，最终走上绝路。谢涵之行，SN小组台中报道。